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回来看到字读作“诶”，“诶”加拼音读第五调，读作“诶”，冇人读作“咦”。这个“诶”就牛的意思。即马咱拢常常讲是牛，卡卡的讲“诶”。这个“诶”就是讲建筑中央的环条，或者是厝中央的插条，咱讲是“诶”啊。另外下“诶”的刀，咱讲是“诶”啊刀。下个意思就是栋梁，另外还有伫咧牛顶拄厝迄支大叉箍，咱讲是下拄，即个文音读作营，带大家做回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营啊，头前讲到就是牛的意思，第二个词读作营尾，即个意思就是牛的两边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，譬如讲今仔日是好时好日，适合上牛，即间汽车公司特别办上牛典礼，古早是甲营啊吊。去你厝顶，把这个鞋尾固定。啊，若是现代建筑，会用一支铁架啊来代替，吊去你到上顶观瞻，代表讲厝准备要灌阿门土，希望讲厝用大人拢平安顺遂，大赚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鞋，马人读作鱼，这是读白音，文音读作营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